你叫我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们一起打过比赛。不是，我是随队人员。不过。 高兴能被选手的好成绩打脸，但是九环对于某些选手来说，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成绩。让你出来是为了告诉你，一会儿比赛的时候，麻烦你离场。太不习惯和你说谎，为什么？ 我不想看到你。你这么说话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你影响我吗？整个现场也只有你影响到了我。在没搞清楚原因之前，你离开是最好的办法。 七号选手沈清源停止了射击，他应该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？怎么了？扳机有问题。什么情况？我跟你的教练沟通一下。 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